I don't want to get sick. You need a shot because you could stay safe and your family could stay safe.面对疫情，健康安全就在这一针的距离。慈济走入南加州艾满地两处学区，直接在校园内协助接种，提供安全与便利。我们是希望在我们所有门诊中心附近的社区都帮忙去打这个5到11岁的疫苗。小朋友的老师啊、家长啊，全部都跟他们一起打针，趁着机会也是知道他们附近有我们慈济的诊所。Mucho dolor?No, good. 大人追加第三剂，小朋友则是接种第一剂辉瑞疫苗。面对打针恐惧，慈济医护有妙招。因为小孩子来，每个人都很害怕，可是我们慈济的人就可以跟他逗他们啦、啊，跟他们聊啊，引开他们注意力啊，就让他小孩子尽量减少他们害怕的程度。两天下来服务400多人次，未来也规划扩大接种，串联社区健康保护网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美国报道。